上半季拿到冠军的话，我们看这个球有安打的机会哦，在左外野方向落地的安打，一垒上的是先起跑的陈凯伦，上到了三垒，张凯本季第一次的先发，第三次站上打击区，敲出了安打了。张凯是职棒，他是职棒二年级生而已，去年啊只出赛了33场的比赛，打击率是1.76。 嗯，这球掌握的不错，这个球在高的位置，缩着手啊，加快挥棒的速度，结果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打击。嗯。